零三九幺二幺幺，这信封呢？信封。那你让一下好不好？这里面多了。那是大信封吗？能用吗？去那个海口那个做一些信封啊。去昆明呢是参加那个全国女操的那个俱乐部，各大俱乐部的那个春训，资金不足，没钱，我就跟领导把这些情况汇报一下，什么原因，哎，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支持，主要是这个。没有文件。有大的落考，俺都干落考，你这么些指标就。对哦，阿个伊么落考对不对？那那我能将谁来搞？伊多怎么办？有啲么啊？我啊，我搞落来好会咯。对啊。看高水吗？对啊，阿不下。以前我来的时候是那个是迷路的，所以在修了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方向在哪。
2块钱。啊？七十满派就行了，这个呢？2块钱。六块。哎哎哎。今天还早了，25号去那一趟了。他刚人去哪了？没有，他刚刚说，我问他说在哪，他说他也是在翻沟村的，是不是？我把那个路给弄了。路口啊，几海险啊！对啊，都海险，他就弯得拐。哦，他拿了倒数楼。有没倒数楼？送水的东西没吗？不必了。好吗？哎。然后我对楼的屋水好啊，的屋的。所以我刚才的屋比我楼高了。啥的？我跟楼高还对啊，徛到的懵。把人冻出来了，有条暗石倒了，都微微的。暗石给倒那边。也木当当的。没关系嗦咯。哎。不然这米就不长干了，那地方那五色好米就二米就滴滴滴的。哎，我那个这就对了。结石，结石。这就对了。结石嘞。嗯。结石好呗。那这只要就对了，给木给倒上水米吧。不，不可能。这里我们比你好四毫米嘞，这边二嘞。四毫米，喂。这边路口那很严的，每个他那堆每个水灰都老的。嗯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我回家住呢，她说好啊，那你过去啊。然后到过了没多久，我妈想我嘛，她肯定会过去。过去完之后呢，我看到她，我就说我要回来。然后她说，哎，你不是说？5年吗？5年不是还回来？我说没有啊，我没有说过我有5年还回来。然后他说了完之后呢，他说他要回家。我说我死拽他的腿，我说我要跟你一块回家，他死都不肯跟我回。他说骗我，他说哎呀，他去哪买点东西，然后再回来就把我带回家。我说我那时候我也不懂，我也小，不行，那你把你拖鞋给放给我，我拿了你拖鞋，你去吧，到时候你再回来拿你的鞋。那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好笑，不过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好幸福啊。那么小时候也没有人说跟他说你聊天，像怎么聊天？哦，回忆一下，感觉挺好。还是挺想外婆，挺想家的。阿婆，我小姐拜拜。能拿好名次，别打好赛，训练好，健身最重要。踢好球了，能争奖就可以，梦想实现了。
反正不帮改好过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不修我都不帮，啊修都不帮改对好了，用修啊，修到差不多好贵啊，不会让人不对好了，不得，让人对掉的东西扣的。